我乃万岁爷钦定的昭定司掌印，对内执掌内廷，对外监察百官。昭定司只守遮天，为所欲为。我就是万岁爷的眼，万岁爷的手，你说我够不够资格？六年前六月初七，王爷在京中如意想曾娶一位少年的婿。您这么多年忍辱负重，不就是为了给二爷报仇吗？待荣王登基，本宫就是当朝的太后，本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荣安皇后意在争夺京中权柄，唯有同奴才联手，王爷方有一线生机。校长爷，您逾矩了，你们能奈我何？我想请校长爷帮我救个人。您千方百计地留住我的小命，是为了笼络福王吧？要么咱们真真正正成为自己人，要么奴才也不怕瞒着福王亲手送您上路。路怎么选，娘娘想清楚了再走。整个大业都视我为豺狼虎豹，背负着知己的血债，我没有痛快。你是不是想借昭定司的权力报仇啊？您不想做福王，倒是想做奴才。你隐瞒朕的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呀。萧掌印，你自己就是罪证，你所求的真相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奴才这一颗心早就找不到，封上一回又如何？